Hello， 大家好。好久没见圆圆了，见一下圆圆。圆圆，跟大家打声招呼，好久没见你了。他们说想你了。我准备快追到圆圆了，我跟你们讲。今天我们去小敏家过生日，现在我去把蛋糕拿过来，然后他们现在在努力把这个包打完。然后我跟云云小美去，他们现在把这里忙完，我们先去那边搞一下。好了，那边。好，那我们现在走啊。阿昭走，我们现在去开车。给你们看一下小美住的这个小区。Hello。今天去你家，你开心吗？肯定，回家要开心嘛。那我们现在去拿蛋糕吧，好不好？那走吧。云云，我们先拿蛋糕去接他。你还买什么东西吗？你拿那个单了没有？蛋糕的单。好，走。你去拿还是我帮你去拿？我们一起去吧。你吃早餐没有？没吃，我们买点早餐吧。哦，对，空给了，木给了喽。买这个吧，这个简单一点。买两个。吃这个。买两个，三个吧，看圆圆吃不吃。你要不吃啊？我吃早饭。吃了就不管你了。快拿过嘛。要热吗？热吗？热还有热的吗？热吧。多久？要多久？快！啊？一分钟。蛋糕是哪一个？你去放到车上去吧。它掉头了。放好一点啊，不然的话会。八月份。八月份。OK。现在吃一个汉堡，然后去接云云，我们就去那个小美家。本来她妹妹那个的，她妹妹现在去买肉了，去菜市场买点菜，她怕她家没有什么菜。去买点奶吧，有什么奶喝吗？今天就是去小美家的一天，大家期待吗？没画口红啊，就这样子，你感觉你嘴上很嫩的，还没画口红，你是不是涂唇膏了？啊？今天为什么生日不打扮一下？这么普通？下雨。下雨啊！哎，去你家好期待啊，小美。但是下雨很好玩啊。下雨。只要是去你家就好玩了，下雨就不要去外面玩嘛。我想去外面玩。你想去外面玩了、啊？去哪里玩？你家有什么好玩的？哎，老板，你买的是这个还是这个？我那个我昨天吃过了，不好吃。不好吃吗？这个很好吃的。不好吃。这个不好吃。这个烤肉的，我买了面包，好了吗？给钱了。走，现在出发。回来呀、啊！现在来接。祝你生日快乐。见到不得了。今天祝你生日快乐。生日难过，能快乐。走，云云，去小美家玩。太晚了，等下去吃饭来不及了。搞得差不多了也。有吗？啊？有，今天很多。超哥在下面等，我们不用搞了。走吧。我拿点钱，拿个红包，拿个充电器，就走。文凯，去小美家开心吗？开心。开心啊？那你们抱一个。神经病啊！抱一个就神经病啊！下很大的雨啊！我本来想去你田园生活玩一下，现在只能去你家了，对吧？
吃不了啊。好。来，给你个太当样。你工作，卖钱找完泡沫桌了。你丢了。怎么说？今天终于看到圆圆了，你们。我就先拍到这里，等一下下车再拍。在车上拍我有点头晕的。看，走错路了，我们走错路了。你在地上。对，圆圆说掉头是对了。你怎么导航都导不对呀，小美？对不起你哦。应该是你对不起我。你在安着我？啊？这我还不是家呢。我放家里了，手机。可以走吗 ？OK 了。这个是圆圆的手机吗？好嘛，前面可以走，但是有。没有没有，你放家了。哎，聊到你。反正我晚上就回去了，没事，刚好不要玩手机拍视频。那现在怎么办？还跟你去拿吗？没有手机没事啊，放家里又不是丢掉，不丢不掉，在家你丢得掉吗？丢掉我给你买一个也没事嘛，老板。你要骑，你要骑，快点丢掉吧，你说，小玉面，你要说快点，薄利薄利，可以，老板买不该。13 OK 哪个空间这个小洞呢可以过去啊，把窗户打开看一下，量一下那个距离，你可以是吧，要看你技术咯。哦，你的去你家有很多水啊，可以吗？真的要人家看技术了啊，看人家没车再住吧。啊，行不行啊？可以的，是流线，可以。可以，但是前面哦，人家等着过。我躲你。哦，吓死人了。小美去你家真的是惊心动魄啊！还好可以 ，OK，左转啊，看有没有车。刚刚有几个洞嘛，我们可以穿嘛。我们穿洞过来。哦，吓死我了。tại vì cao tốc này chị không biết đường nhưng mà lúc nãy là rẽ phải là đúng rồi lên cái cầu đấy. Nhìn cầu đấy cũng chỉ ở để sang bên này thôi đúng không? Ừ. Sẽ sẽ nhỉ? Cầu đấy để sang bên này thôi. Sẽ sẽ cái gì? Sẽ sẽ nhỉ? Đang của mình chuyển động. Không phải siêu. 明明是没带手机。你看一下有没有在家嘛，问一下他们嘛。他忘记拿了。好，我们现在继续前进，一路上笑嘻嘻哈哈，剧情很多啊，今天又走错路。小美家有两个妹妹，很漂亮的，但是所以说我们要买一点小东西过去，都要考虑中道，不然的话他还没有惊喜嘛，小孩子。棒棒糖也买几个，问买点什么你看一下啊。哎，这个要不要买一个吗？云云什么买一点，看起来多一点就好了。这个买一点吧，看起来大一点。可乐吗？可乐，可乐不用买了吧？饮料他们肯定会买的。这个也是我拿的。圆圆，等一下给他妈妈一个红包吧。啊？
给他妈妈一个红包吧，家人。给他抹胶，走够，那么多抹胶。方便随便给。问你一下，去他家玩嘛？这样你不给一个红包不好吧？不要到人来这边，你要爸给你糖的。我准备一个红包，中国字的。给他抹胶吧，你包装一下。去他家玩肯定要给啊，以前到小慧家也我给了抹胶啊，对吧？方便。给一下，我们三个人去，一个人去，少给点，三个人去要去给多一点。哎，你帮我给还是我自己给？你自己给，你是老板。好，我是老板。嗯啊，说的对，你不你是老板娘啊，也可以啊。老板娘，说，多少钱？都有啊，两千八的。这个给的。OK。太高贵啊，也不贵嘛。这个再拿了，要不要多拿两个？我给这个的时候就给红包，对吗？一起给啊！嗯，征求一下越南的那个。你骄傲的分手，停泊在哪里？笑什么？好听，好听吗？好听啊，真的好听吗？你的夏天，你骄傲的分手，准备到了，期待人心的一刻啊！准备马上到小美家了。好，我们下一个视频去小美家。揭晓我们的愉快的一天啊！来，小美，先拜拜一下，拜拜，干嘛？下期见嘛，这一期就到这里了。路上。停车在这里吗？停车在哪里啊？这里。OK， 哦，这么大的地方停车，你家？对啊。